拿到什么了？我的手机电量还够。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浪哥，今天要来玩这一款游戏叫做 Berry。简单来说，这一款游戏就是主角被活埋了，他要想办法在棺材里面逃生。我看了那个介绍，就是整个游戏呢，主角都是在棺材里想办法要打开那个棺材并且逃生。废话不多说，一起来看看怎么回事吧。 Here we go。 Fuck Help me Please。 OK， 他在求救。Shit， 看来是已经啊在棺材里面了。Shit. This is oka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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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hit. Where is it? Where is it? All right. Okay. Okay. 拿出手机来了。哇，这个手机才剩下25%的电量罢了。哦，现在游戏是开始了。我要找办法。We need a key.打开这个棺材。I need a key. OK， 需要钥匙。I need a key. 这个呢？光源。OK， 这边简单来说，就是我要管理我的灯量，不能把灯量给用完。OK， 他说打火机还有手机的灯光呢，必须轮流这样子来用。如果打火机和手机的灯光都用光了，就会可能出现某一些诡异的事情，因为他说你不能待在黑暗太久，大概是那样的。我知道了，那我就先用这个打火机。我要怎样关掉我的手机的灯？哦，这样关的。OK， 我就用打火机先。这个是什么？这里有个六字。OK。What is that？ 什么 ？I need a key。我没有看到东西啊。这里有个盒子。I need something。我需要某一些东西。那我看来是不能弄这个东西先。哎呀，我按错了。我要怎样退出？我不要看这个盒子了。啊，我知道了。这里这个是什么？这也是盒子。哦，它是有密码的。OK， 我看到是有一个六字啦。哎，这个是什么？你会死在这里。它看起来像一个密码，还有一个钥匙。漂亮，可以打开这个吗？漂亮，这个是什么？石头吗 ？OK， 哎，这边有一个八字，哦，然后这里有一个五字，哦，我知道了。等一下，所以是八五六，我试试看是不是八五六，我也不知道。八五六，没有反应，是没有反应的。看来那个顺序可能不对，或者是这个密码是不对的。我可以打电话吗？打电话，我是不能打电话的。有什么我可以按的？这个是 Sam 的信息。哟，有声音哦，后面。什么来的？这个是什么 ？OK， 他给我一个符号哎，哟，怎么一直有声音的后面？好恶心哎！不要跟我开玩笑嘞！哟，等一下，这个符号是不是又是密码来的？等一下，这个什么？棺材、垃圾袋还有水壶。
OK，我知道了。哦，我知道了，这个是水壶， okay. 所以是哎呦，什么来的？有东西在我后面，所以是棺材，垃圾袋、水壶。棺材是五，垃圾袋是八，水壶是六。哦，我知道了。所以是五八六，对吗？五八六。我都看不到，哎呦，一直有声音啊！后面，等一下啊，我都看不到那个箭头，五八六，对吗？对了 ，yes，OK，、okay, 拿到了钥匙 ，OK。这里说我不能待在黑暗太久，因为我的精神会出现问题。然后他说一定要管理好你的灯光，还是一样的东西啦。我有啊，先用一下手机的灯，我拿到一个钥匙的。OK， 打开这个了，锤子，我拿到了锤子，为什么呢？锤子吗 ？I need something for that. OK， 这边又有这个白色的东西。咦，怎么有一只手的 ？What the fuck？ OK， 他好像拿着什么？我拿到什么了？我的手机电量还有……Oh my god！ What the fuck is that？ Oh my god！ 吓到我的心一下子停了下来哦。Hi， 你好哦。Oh my god！ 我就知道后面有人了。哎，我按了什么？哦，他给了我那个硬币。OK， 哦，这个还可以按的，漂亮。这边应该也是做同样的事情。他还在吗？咦，恐怖啊 ！What the fuck？ 怎么在我后面的 ？Oh my god！ 我要快点走啊。OK， 还有一个密码。哎呦，你不要再看着我了。这个是什么？什么4244？哦，是这个密码来的，对吗？哦，我捡到那个白色的东西是用在这里的。OK， 什么？4244？这样子是四吗？这样？这样吗？这样就是4244吗？哦，对了，漂亮！我要走了，我走了，我要走了，快点放我走。还有哪里要打开的？你好恐怖哎，你不要一直看着我嘞。还有什么我可以做的？还有什么？好像没有东西可以按了。啊？成功了吗？哦，他在死命的敲开那个棺材。It's opening. 正在打开。It's opening.Finally. Oh, 我成功逃离了。OK， 那么这个游戏是相当的短了，我玩了有十分钟吗？才刚刚好十分钟罢了，是真的相当的短了。不过这个游戏说实话真的很特别哦，我没有看过游戏是这样的，就是在棺材里面逃生，然后刚刚那个躺在我后面的那位鬼还是人来的，吓到我真的，哎呦，我真的没有想到会看到一个头在我后面的。好的，那么这个影片就到这了。我是被那个头吓尿了，没关系，习惯就好。那么还是一样，记得大大力的点个赞，点个订阅，不要再等了好吗？大大力的点下去吧，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吧，拜拜。
拜拜。